这个长满了100只耳朵的男人正缓缓扭动身体，他舞得投入忘我，而周围的观众也因这一场表演刺激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。这是恐怖片大师柯南·伯格的最新电影《未来罪行》里的一幕。此时的人类由于精神上的空虚，让他们对身体上的疼痛感有着近乎变态的痴迷，花费100万划开自己的肚皮，然后将里面的内脏取出。这场手术竟然引来千人围观，还有记者在全程直播。手术台上的男人则一脸享受，人们将其称为新人类的进化，更将这种手术奉为时髦的行为艺术。而现在有一种技术能让人类器官重新生长，但这种技术有个弊端，就是每年都会随机生长出不同的内脏，必须在内脏生长出来时立马切除，否则就会有性命之忧。显然这种技术是违法的，但依然有很多人对此狂热上瘾，并将这种表演称为内在美。凯特·索尔夫妻俩也在此中寻到了商机，他们开始持续性的进行这种商业手术表演，目的就是想让更多人爱上这项技术。这不，效果非常明显。表演刚刚结束，就有一个美女过来询问 Surgery is sex, isn't it? Is it?听到这个回答，美女恨不得立马被切一下试试。而索尔没有停歇的表演使得她的身体愈发虚弱，只能使用专门的椅子进食食物。在这种畸形表演风靡的时刻，作为领军人物的索尔夫妇接到了一场名为新世界的选美大赛邀请，参赛者们都是新人类，将脸划破再缝合，用滚轮不断锯磨脚背，明明都是在伤害自己，可他们的脸上瞧不见一丝痛苦，取而代之的是满足的快感。而这些还只是小儿科，你看这个男人浑身上下都是耳朵，活脱脱的人形立体环绕音响。看到这一幕幕的凯特内心蠢蠢欲动，多年来他只负责切除器官，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被割开的快感。他找到破脸女，表达了一番内心的向往。看着凯特真挚的神情，破脸女朝他伸出了橄榄枝。晚上回到家后，看着凯特满是伤痕的额头，索尔十分不悦，认为妻子这样做是一种背叛。这次新世界的选美大赛受到各方关注，只要赢得比赛就能赚得盆满钵满，所以两人约定好这次比赛过后就退隐江湖。索尔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这样日复一日的手术，可凯特却说出了自己的焦虑，他们夫妻俩已经把所有的器官都切了个遍，观众们怕是都审美疲劳了，这样的表演在比赛中很难拔得头筹。而凯特去到破脸女的团队，亦是为了打探到一个能让他们获胜的秘密武器。时间回到一天前，一个男孩刷完牙准备去吃早餐，可他的就餐场所却是马桶旁，只见他拿起垃圾桶就砍了起来，嘴角还流出了乳白色的液体。看着津津有味的儿子，一旁的母亲脸上满是冷漠的表情。就在当天晚上，母亲拿起枕头一把将儿子捂死在床上，而父亲回到家中时看到儿子的尸体，似乎也不太惊讶，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。猜得没错，对男孩尸体进行解剖表演就是凯特口中的秘密武器。索尔找到男孩母亲，问他为什么要杀掉自己的孩子，女人说这不是自己的孩子，他是孩子父亲制造出来的一个怪物。索尔感到很疑惑，女人解释道他的胃里有硫酸，能够溶解所有塑料物，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。说完他就离开了。随后索尔又找到男孩父亲，请求拿到孩子尸体。男人打开冰柜，男孩的尸体出现在眼前。此刻的凯特却忍不住哭了，似乎是良心发现，又或是对男孩感到抱歉。男孩父亲欣然接受了他们要求，但他提出要在表演当天做一个声明，他说自己的孩子不是怪胎，反而是新人类进化的未来。原来父亲是一个绿色组织的一员，他们接受新器官的生长，并把他们变成能够消化塑料的新系统，使得他们能够吃塑料为食。而死去的男孩似乎是遗传了父亲的改造基因，天生就能消化塑料。男人希望借由孩子尸体解剖表演向世人展示人类发展的趋势，终有一天是要自己消化从前种下的恶果。很快就到了表演当天，索尔站在舞台外远程操控解剖，凯特在男孩身旁负责解说，许多记者全程直播，男孩父亲则紧张焦躁，迫不及待地想让世界见证奇迹。然而随着肚子被划开，展示在大家眼前的竟然全是人造器官，甚至还画满了讽刺的涂鸦。如果按照男人所说，男孩的器官是天生的，那根本不会有这些涂鸦。索尔感到不可思议，凯特则感到气愤，这究竟是男人欺骗了他们，还是有人事前替换了男孩的器官？另一边，男孩父亲崩溃了，他逃到门外，难以接受这一切，他眼中的奇迹就这样被销毁了。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在他悲痛欲绝时，两个黑衣女人手拿电钻，直接让他脑洞大开，他就这样饮恨离世。或许是男人的死和解剖男孩触动了索尔，他接受了绿色组织的理念，不再切除新器官，还吃下了男人组织的塑料食物。故事的最后，似乎索尔已经变成了这个绿色组织新的精神传承人。在解说这部影片之前，翻了很多网友评论，大多数说法就是没有看懂。确实，小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看懂。
只能说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了一个故事，加上影片尺度较大，很多画面没有办法完整呈现，也很有可能导演也并没有把能让所有人看懂作为追求，毕竟这是一部铺满了大卫·柯南伯格个人风格的炫技之作。如果有感兴趣的伙伴，还是建议去观看原片哦，相信感官体验一定更强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这部电影叫做《未来罪行》，欢迎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